除了四个爸爸之外，家里边你最想谁？爸爸。一个是亲生父亲。想爸爸吗？他爸爸说你过得好不好？弟弟。一个是闪亮的爸爸。第33天，仿佛我们才见面，现在却又要分离。虽然一个月的时间很短，但是爸爸们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们永远都是你的好爸爸。今天我要对爸爸们说，爸爸我爱你们。爸爸永远爱你。爱你，爱你。你为什么哭了？深圳卫视本周六晚21:08，由奶中皇族娃哈哈爱迪生奶酪酸奶冠名播出的《闪亮的爸爸》，33天相处不算长，一辈子关爱更不嫌短。